这只雄狮呢，之所以去与老虎发生冲突，是因为这个笼子里有雌狮，所以呢，它就不让这个老虎靠近这个笼子。从这个视频当中看呢，这个老虎的一个身体硬件条件是明显比这个雄狮要好一些的，比它更强壮。而且呢，这个雄狮大家注意到它的腿是有一点毛病的，不过呢，这只狮子它的性格更为强势一些。好了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再见。